九号，谢谢你，我觉得你是有身份的人，要不然你不会一直保我。因为我觉得主任这一轮的发言不太好的原因，是因为他刚刚说九号有身份，我说主任好像在找神啊，我刚刚这样子听发言的话，既然十一号有警徽，为什么他可以活这么久？我觉得我跟八号都是好人，那三号的发言我也觉得偏好，那我现在蓝坑只剩下五号跟七号了，应该还是有，应该不会只剩一狼吧？我为什么一直仲裁二号？是因为我觉得我相信我的直觉。前面对九的敌意那么大，但现在为什么着重听武器的发言？就是如果九号玩家把你打得那么死，二号玩家是应该把九号定铁狼的，所以我觉得二号玩家的视角就是在这一轮真的是聊得不太好。我不然这样子，你们自由投票，我自己投二，你们要投谁投谁，你们不要投我就好。还有谁在质疑我？我是井水 ，Hello 五号玩家，你个 bad boy。好吗？我自由投票，投二过。那阿米的名字是什么？要叫你名字好不好？比方工作加油啊，或者是叫你起床啊，你喜欢哪一个？叫宝贝起床。好嘞，我跳啦，我跳。